欢迎大家来到黄崇武夜场。话说在这个礼拜呢，我们看到人家美国股市呢啊一样是往上创高了，但是台股呢一度破低，一度破最近低点哈，等于说是先上后下，到最后呢啊到底这个行情有没有转危为安呢？来看到起码呢在礼拜五这个大盘收红，但是一个重点来了，究竟目前呢台股这个大盘呢身在何处？我相信忠实的观众们一个很清楚了哈，一个关键，它现在在哪里？来看到嘛哈，台股在之前跟现在呢，两个低点8100跟8093，小小破底之后呢，还守住什么东西？我们讲了嘛，不懂半对数三分线，你对指数股价就没概念，所以最起码一个概念啊，台股现在目前踩在哪个关卡？再算一次好了，看看我到底有没有算错哈。原本低点7737嘛，最高来到8476，计算是半对数第二关在哪里？8098，没有错吧？早就已经告诉过你了哈，你心里头都有谱。8098，上一回行情打到8100，在这个地方止跌刚刚好，对不对？拉起来到8262，再掉下来一次，那小破底一下啊，但是同时对应呢还是8098。对应的还是8098，有没有收盘收在8098以下？并没有哈，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所已知的事情。万一它再往下破呢？这个在礼拜四告诉你的啊，礼拜四不是来到8093，还好收在哪里？这个礼拜四啊，礼拜四当天收在8099，然后万一真的给它破下去的话，那你就必须要知道第三关在哪里。我相信这么一提醒了哈。很多这个忠实的观众朋友们，自己就算好了。要是万一再下去，第三关，到时候准备在哪里逮他？啊，到底会不会来呢？在我认知里头了哈，他本来就迟早会来啊，不只是会来，改天迟早都还会往下破，都会往下破。但是我们现在先讲眼前，眼前既然这个大盘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给他守住哈，到底真守住还是假的呢？下个礼拜就晓得了，下礼拜就晓得。我说了哈，今天如果换作是一个多头制势，那么他应该要怎么指望啊？指望说在这个地方刚好踩住第二关啊，然后呢刚好打造第二只脚啊，然后再给他拉起来的话，构筑一个小小倒底啊，小小倒底，改天再过颈线再创高的情况之下，刚好可以怎么样？那个不是我的想法了哈，多头自势的想法啊。那么当然，如果站在空方的立场呢，啊，不要那么麻烦了，干脆直接就给他下去好了，干脆直接呢就破关下去好了。直接如果破关下去的情况之下，我像这种情形哈，在之前已经发生过了，来两种版本嘛，你刚才像在之前8265下来，这是一路盘跌往下了。8439下来一路盘跌往下啊，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比较类似所谓的尖头反转就下来了，盘跌下来，对不对？那在当时呢，但是当时一样对应的都在这里嘛，8104后来8100嘛，来自于这两天这礼拜看到8093嘛，都是8098哈，等于这里还没有正式跌破，还把它给撑住嘛。那所以呢，一个东西嘛，当时我就讲到一件事了，到底从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行情是要给它反弹拉更高之后，变成那个造头运动。造头运动要拉得够高才叫做造头运动啊，要不然的话就类似像这个样子呢，变成什么？变成所谓的盘跌走势而已啦。啊，到底是哪一种？童哥，你要讲这两种版本，我们都晓得了啊。到底你支持哪一种？在这个地方告诉你了，这两种都可以，我都接受，好不好？这两种我都接受，可不可以？是不是？这两种当然。以现阶段来看的话，当然是演变就不一样啊。对，现阶段不一样，但是我都接受。重点在哪边？殊途同归。不管你拉高之后造头，或者盘跌就这么下来，是殊途嘛。但是呢，不管哪一种啊，到最后是殊途同归。殊途同归，一样地方在哪里？终究都会怎么样？月 K 线你都告诉你的。月 K 线，在之前我已经跟你讲了哈，在我认知里头，8476已经见顶，我不能保证任何事了，我只是跟你分享我的态度，在我认知里头，8476见顶，那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大 A 波、大 B 波、大 B 波细分为三角波 A、B、C， 既然8476见顶的情况之下，不管在这个地方你还要怎么搞，改天殊途同归，一样，大 C 波往哪边走？大西坡往哪边破？所以呢，
始终叫你一件事，不要忘记这件事，你别忘，别忘了习计划，别忘了习计划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样子呢，对大盘的殊途同归，就先解释了哈。好 ，OK， 再来的话，我们就讲到股价了哈。那股价情形，哎，说起来呢，说大盘呢，看这个样子，虽然呢，好像岌岌可危，但是，哎，股价有人往上在冲高啊，一样有人在涨停板啊。比方说呢，现在目前最夯的要变成什么了？第三方支付的概念股，这个事关到什么呢？这个所谓现在一枝独秀的电子商务嘛，所以呢，在这个礼拜。啊，我们假日公益节目全方位理财家了哈，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什么知识，关于电子商务。每个假日中午11点全方位理财家这个、公益节目呢，在这个礼拜要讲到电子商务一集讲不完，甚至下礼拜还有续集。那这礼拜讲的是什么？马云的电子商务世界，马云的电子商务世界哈。好 ，OK， 那回到正题来讲的话，所以说你看到嘛，在国内来讲啊，这个所谓的第三方支付股。支付概念股呢，受到这个样子的一个激励呢，股价、都给它拉起来了啊，拉起来。比方说在礼拜五拉上涨停的商电街，是不是？商电街呢，如果说跟这个所谓大陆来比的话，它可比是什么呢？它就可比呢那一个所谓的淘宝网啦、可比是那个天猫商城啦、那当然规模更加差很大啦。我讲说类型来讲，相当于是这个样子啦。好 ，OK， 那这个商店街呢？不止商店街涨停板了、还有 Oh My God， 我也晓得了哈，它也转投资，不过两个形态比较不一样。Oh My God 是从低档给它拉起来，商店街现在说起来股价也已经不低了，好 ，OK， 那么这个在之前乃至于礼拜四，我们都要分解了哈，那你可以看到在之前它怎么起来的，1234 5到之前高点211.5再给它打下来。拜托，高档这里没跑，打下来一样跟你打134呢，211.5打到134呢，高档没跑，打下来是很恐怖啊，不过人家又拉起来了，拉起来总比要创高了吗？一个东西嘛，之前高档在这个地方，我曾经警告过你，啊，他这个股价一看目测就晓得呢，从挂牌以来。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来看，它相当已经过三关了。过三关之后，股价走向回升，但是提醒你呢，回升不见得就会创高，只是朝原高点而来啊。如果它回升而不创高呢，你就必须要知道这个背景里头给它反弹起来，这个是 OK 了哈。它的最大干涉角在哪里？半跌数盈算215块，之前211.5接近这个地方啊，没有触及，接近而已，结果就回头回那么深了。现在股价又起来了，来到哪里？192.5啊，这个是礼拜四，然后你看到在礼拜五涨停来多少？205.5喽，对不对？接近前高了，接近这里啊。如果创高嘞，创高一样啊。提示你，这个地方你要有办法真的克服呢，才有用啊。如果你创高之后，结果这里一样过不去，那小心呢。我是孙子兵法859里头所讲到的，来什么东西呢？耳兵务实，不要以为那股价创高，以为就一飞冲天了哈，要小心上头还有一个最大干涉角啊，就在那附近，晓不晓得？小心那个东西是陷阱啊，小心它是陷阱啊。好 ，OK， 那么再来的话，这个所谓商店街，它母公司是谁？母公司就网家啊，所以说起来的话，国内现在目前来讲最大就 PC Home 网家，那网家就可比呢大陆的阿里巴巴，当然这个规模一样跟人家差很大了啊。我讲说类型来讲呢，网家就可比是阿里巴巴了，商店街就可比是淘宝网、天猫商城，晓不晓得？那当网家旗下准备要申请设立的这一个支付联，就可比是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啊。来 ，OK， 不是绕口令啦。来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同样来看到网家，其实网家股价有创高，那创高呢，我们当然呢继续跟它追踪一下哈。来看到网家的一个情况，那你可以看到在之前，构筑打入底，起来之后到199回头回到151回撤颈线，这个地方刚好呢是个阶段拉回第二关所在了哈。那其实如果打入底来运算器它还没满足嘛，那满足的话在哪边？217。图形半跌出测距啦，217
啊，对对，好 ，OK 啊，一样目测就知道他这个背景里头已经过三关了嘛，走向回升，要是回升了不创高，最大干支角在哪里？也已经计算了219，这两个数字刚好重叠，217、219，那这个一样是礼拜四到203哦，礼拜五呢没涨停，最高多少？212啊，不管21到哪里了哈、啊，反正接近这个地带。接近217、219，这个地方的话，最好是停停看，最好是停停看哈、啊，没有说叫你要对人家怎么样啊，要没有叫你说哎要给他反向应对做空什么的，对对，这个你自己去判读啦，判对数告诉你关卡，没告诉你答案嘛，答案是我们家也判别的、啊，更何况你看，哎，像那个所谓的商店街，人家根本没有信用交易呀、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做一个学理探究了哈、啊，没有教你要干嘛了，来。那么当然呢，我们如果讲股价，今天是一个主题是在讲什么？要讲是股价的菱形顶，啊，菱形顶当然它指的不是刚刚那个，刚刚第三方支付是现在最夯的啊，所以跟大家呢，啊一样继续追踪一下而已哈、啊。那说起来的话，相对来讲的话，现在大家有时候三不五时要提心吊胆在哪里？食安危机嘛，那食安危机指的什么？食品股嘛，食品股标杆在哪里？在我心目中标杆呢是统一。统一，我这么讲，这个所谓的心目中标杆代表呢，啊，这个公司来讲到我们对他呢，啊，其实是喜欢，是尊敬的啊，这个代表是好的、优良的，心目中这么认为的。啊，既然这么讲的话，股价怎么样？股价照样跌啊。啊，虽然这么讲，心目中标杆统一股价照样跌，这个到礼拜四啦，你看这个礼拜四股价都跌破前低啦，跌破前低看到呢498了，看到498。啊，礼拜五呢？礼拜五更低啊，低没多少了，496啊，最低也看到496嘛哈。啊，这种情况下，哎呦，连续两天破50之后都有撑，到底是在撑怎么一回事的呢？你现在看到这一个东西只是日 K 线了、啊，日 K 线。那么如果说呢，我们把它调出一张呢周 K 线，这是一张周 K 啦，这个是周 K 啦。那如果周 K 来讲的话，这么一个阶段36块啊，一个线性轨道涨到68.3，给它回头下来除权除息之后。结果起来哈、啊，到半途而已就给它回落下来再破底。那好，现在大概撑在50附近了哈、啊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一样不懂半对数三分线，你对指数股价就没概念。你看到这个阶段36块到68.3回档下来，好歹计算一下吗？请问一下第二关在什么地方？嗯哼，有没有人喜欢它啊？有没有人关心它的？来看到49.6是守住。496哈，写上去哈，P2 49.6，所以呢，看到哈，到礼拜五低点496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哎，这下子崇哥真好心了哈，再告诉我们哈，这个同一趟买点到了吗？啊，一样跟你讲，半对数告诉你关卡，没告诉你答案呐、啊，答案是我们家也判别的哈，不是叫你在这个地方做买进呐、啊，啊，这个是第二关，没人保证第二关一定撑得住 啊，要是第二关撑不住再下来呢？啊，要再下来的话，干脆了哈，有时间嘛，我们今天一并把它算完，好不好？看到底能获至呢什么心得？好，如果说给它破关再下来，啊，更下一层的话，一个数字来了，45点啊，那46好了，46，好，46哈，第几关呢 ？P3 嘛，来，P3 46块，啊，对，如果说呢是空手人又喜欢他啊，心里头就会指望着了哈，啊，干脆你跌得更低好了，更下一层，我可以买得更便宜。那问题是到第三关那个地方的话，支撑到底大不大呢？来，你看到这个东西嘛哈，你别以为说统一股价它谷底就36啊，然后涨到683，不是这么一回事啊。这个是周 K 线，虽然这个是周 K 线，但是还不代表它的全貌。还不代表它的全貌，在这个礼拜四，我不是把那月 K 线调出来让你看吗？看了之后，你突然吓了一跳。拜托，我统一呢这几年来，原来涨那么多。月 K 线，统一所累积涨幅哈。当然，这个好几年，好几年了哈。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个统一呢大概差不多十年来9块，这个9.1啊，9.15块，9.15块，一二月 K 线啊，
二三四，哎，一是不重叠呢，23.5高于22.2，一是不重叠，很标准哦。到这里第五波还拉得特别长，第五波从这个地方涨到68.3，可以这个样子做波浪界定了哈。啊，如果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，我说真的，你可以看到哦，第五波是235到683哦，你刚看到的这个周 K 是，哎，还这个还不是235嘞，这个是36嘞，36到683而已呢。36相当于呢是一个阶段的线性轨道，36在哪里啊？月 K 线里的36原来是这里呢，是第五波的一半而已，第五波的中途而已啊，第五波的中途而已啊，啊没关系嘛，那是一个线性轨道嘛哈，啊所以反正像我讲的，你就先把它算出现在目前正在第二关啊，所以说起来的话，这个是阶段性第二关，阶段性第三关啊，如果大一点的关呢，拿第五波来算一个比较大的关，如果23.5到68.3给它呢？来做一个修正，大修正，第一大关，这个算大关好了。第一大关在哪里？有时间好好算，你才会有心得啦，你才有心得哈，对不对？这个比去听演讲来的还有用吧？是不是？你学到很多东西呀、啊？来来来，看到一个数字出来了，哎呀，多少呢？是15.4，是15.4 ，P1 45.4。第一大关45.4，再来，这里算是第三中关46.4，两个进入重叠，重叠关卡，重叠支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没有办法跟你保证任何事啊？没有说他一定掉到那个地方了啊？那掉到那个地方，没有人保证一定可以撑得住了。但最起码你心中就有一把尺了，心中就有一把尺了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样子讲的话，像这个股价相当于起码呢是中期，好像是啊，像在走空一样嘛。啊，这种状况之下，哎、欸，像我们讲的，哎、欸，股价这么下跌情形呢，那回过头来看的话，哎、欸，他们又成就什么头部呢？那你要回过头来看，你单单从这个月 K 线上头看这个上面呢，啊，一点点看得不清楚啦，看起来你也看不清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你如果看这个日 K 线，哎、欸，看日 K 线这样情况之下，它显得又太大，也看不出所以然，那没关系呀、啊。我说了，如果以这个周 K 来讲，虽然这个统一是我所敬重的，高清院刚刚交棒的高清院，这个都我非常敬重的人物，是不是？但是问题，我看到这样股价，如果说股价会说话的话，看起来真的会怕，对不对？看这样的长相，我真的会怕了 啊！第一点才会喜欢啦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高涨的时候你必须要怕，为什么？这种情况类似所谓菱形顶。是不是不标准呐、啊？不标准，照理讲你要在这个地方出拳起之后拉得更高才更像哈，不标准，但是有那样的雏形。那如果我们讲到菱形顶的话，哎、欸，说到菱形顶来看到四季多空大图鉴嘛，给它翻过来，书背后面菱形一颗要命的钻石，不要说真的会要命啊，最起码什么这个东西这个形容词你就要小心一点嘛，你就要小心一点嘛，是不是？像这样的例子，四季多空大图鉴里头的，他去警告你的东西在哪里？菱形，对的，第六单元啊，他警告你的，哎、欸，像这种是比较大规模的菱形，但重点不在这里哦。菱形顶往往小小的，后来呢，啊，后来跌下来跌很凶，啊，对，往往小小的跌，后来跌下来跌很凶。菱形顶的例子比较多了，菱形底哦。这个样子啊，那个反而就比较少。我们有发现，你应该清楚哈。那个多单我们要抱在手里头，菱形底的哈。但我们现在想菱形顶的，那如果说菱形顶的例子在什么地方呢？来，这个东西要小心，这个东西我拉起来你要小心哦。可能菱形顶哦。1,2,3,4,5 图形来自于波浪，波浪离不开半对数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图形来自于波浪，小心是菱形顶。如果这两个家伙的话，说成这两个家伙了哈，它不是食品股的，能源股，晓不晓得啊？啊，如果刚刚我们所讲到的食品，哎，我说过了哈，其实说起来，我把同一视为标杆，在食品股里头。说真的，这个家伙我认为改天更危险。这个家伙月 K 线累积比那个统一涨得还要多，加盘累积嘛，大家对他印象来更差。这一档食品股改天提防它破线，这个是月 K 哦，它现在连这个线还没摸到，改天要破线的话，那个幅度更大了，
但是关于那个零星顶的还有什么，先进广告马上回来。文有根据，慎言且自律，对谈要礼遇，沟通才效率，原创要尊重，三思才当漏，平宽是共用，畅通才会送。online 任我行，笔谈不攻击，自律同理心，守法好公民。Everybody 李一通，你好我好大家好。Oh yeah！真心照顾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预防狂犬病，请不要接触。猎捕或饲养野生动物，如果被动物咬伤或抓伤，请务必记住动物的特征，并立刻用清水冲洗消毒伤口，赶快就医。爱它就要带它去打疫苗，更不要抛弃它哦。预防狂犬病，多点警觉，多点安心。相关疑问请拨1922防疫专线。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哈，像这个我所谓的心目中企业标杆统一这个样子情况之下呢，都已经出现菱形顶的雏形，类似这样的一个雏形呢、啊，都必须要防范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好 ，OK， 讲别人好了，再举一档例子好不好？这一档例子，这不是坏股票，一样是好股票，获利成长型的好股票啊，股价涨涨涨，一路涨到这个地方啊，累计涨幅已经有多高了都没关系，好 ，OK， 到这个地方的情况之下，对不对？请问你看得出来有没有什么菱形顶的雏形吗？崇哥，这个怎么看得出来呢？看不出来，只是看到它的上升趋势先被跌破了，哪来那个头型？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好 ，OK， 没有关系哈，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提示大家一下，这一档个股，这一档个股哈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周 K， 它的周 K 缩写的话，图形来自波浪，波浪离不开半跌数，它说按照这些原理了哈。没有那么多时间了，但我简单这么讲好了。当初这里要是叫大一波下跌，大 B 波反弹下来，大 C 波必然五波是1、2、3、4、5，到这个地方落成大底之后，但是个底部搞很久，搞来搞去，一波一波反弹起来，这里就是从这里这个阶段计算第一关，这里第二关，哦，涨更高了，对对，突破下降趋势线涨得更高，到这里，到这里的情况之下，我告诉你呢 ，P3。181，没时间计算了啊！我当然算过了，我当然算过了。P 除了100，哎，崇哥，他突破了185呢，一包差不了多少而已啦。有时候呢，那第一次的情况之下会给他刹不住车啊，于是呢冲过一些些。但是你看到啊，来最近以来183，再来185，还冲过呢，冲过之后当天就留上影线打下来，现在掉到172，掉到172，正式过关了吗？没有啊，啊，要是从他再来一次挑战呢？再来挑战181吗？啊，如果再来挑战的话，比方他再来挑战，再起来到181，
是不是？你要小心了，发挥想象力，发挥想象力，你就要小心。一颗要命的钻石吗？那个只是形容词，但是观众是我，我给会员附图解说了。等他要是突然再给你拉起来，再次挑战关卡，再上头准备怎么样？反向应对，准备反向应对。啊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你知道的是机会，不知道的是风险。你该知道的没有人报你名牌，你该知道是学问，学问通通在这里。希望好好把握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我是陈彦博，每次极地冒险，安全是我的坚持。我喜欢冒险，但绝不冒险酒后驾车。只要喝酒，就应该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。我不喝酒，我当指定驾驶，负责开车送朋友。啊，出来了。或找亲友接送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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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也可搭乘计程车。只要喝酒就不开车，交通部关心您。真心照顾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生命是友好。